这个时阵呢，李中基初初做万籍水师提督，这摆来到台湾金门这角是巡视水师，第一呢是为了修造舰船，同时啊也考虑到要选拔一寡较牛的部将来扩充因的兵力。打清朝啊，哎，这个绿营的官兵啊，已经是渐渐啊腐败啊。哎，文官爱钱，搁惊死；啊，武官惜命，搁爱钱。这就是当时迄个清朝尾真现实的情况。啊，他亲像陈化成这款文武兼备、以建功报国为己任的人啊，实在是人生啊找无这一个。哎，何况陈化成搁是家己的老乡，